民主台湾，打造国际的台北。八年了，哦，台北市民呐、啊，啊，应该选出一个新市长。这个新市长啊，必须要有经验、有政绩、有能力，来建设、改革、发展国际的台北市，在台湾民主自由的国家来建设国际的台北。国际的台北，台北市的员工啊，我们期待一个有经验、有政绩、有能力的新市长啊，能够改革，能够建设啊，能够来发展我们国际的台北，啊，给台北市民更平安、更快乐、更幸福的生活。哦，台北加油，台湾加油，民主台湾。